您可以要求孩子找不同材质的东西来帮助他们探索触觉。举个例子，您可以问：“你能找光滑的东西吗？”孩子就可以去找一些东西，像是一个碗或是一片叶子。或者您可以问：“你能找到粗糙的东西吗？”他们可能去找一个树皮或是一个石头。如果你问：“你能找柔软的东西吗？”他们可能去找一条毯子或是一根羽毛。您可以继续要求他们去找其他材质的东西，像是坚硬的、凹凸不平的，或是毛茸茸的。这是一个帮助孩子学习触觉的极好方法。